超商不定时都会推出几点活动，希望能刺激买气。近日有网友在脸书爆料公社发文，表示自己近日去超商消费时，明明用现金消费，店员却偷偷用自己的 iCash 2结账。他还发现发票上累积的点数超过10万点，让他相当傻眼。提醒大家，虽然好像没有损失什么，但这个行为真的不对。网友透露，事情发生后他已经打服务电话请公司处理。他发文的目的只是想提醒大家，强调如果他告诉我，我一定给他累积，并不是自己小气，而是这件事虽然好像没有损失什么，但这个行为真的不对。还进一步说明，300点换一元不多，如果有人侵占一元大家都不发声，那银行侵占你一元利息，你发不发声？积少成多，不对的行为就是不对，不是多寡的问题。虽然有部分网友认为他小题大做，批评有什么关系，年轻人总大惊小怪，但大多数网友仍支持原 PO 留言，表示这是侵占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错就是错，这的确没什么，但方法不对，行为不对，不管金额是多少，错就是错。